们现在要去做窗帘。把这个拿上，就去打个布套。再给套进去了，现在都做好了，这个窗帘的部分还有这个床增加的部分把它做了个套上了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不知不觉天黑了，我们来吃火锅啦。又聚会又吃火锅。阿龙一回来就有小姐姐请他吃火锅。什么小姐姐？不是姑姑吗？不是不是，今天是一个小姐姐。我在这里挺有女人缘的哟，没发现？你拿吧，你拿吧，不然显得我脸好大。啊，阿龙拿了，我瞬间就瘦了。今天有个人跟我说，你们南充好多人才啊，好多人才，好多自媒体人呢。哇，火了！Hello， 哇塞，今天多少人啊？可以坐这里。他看到这个就好高兴，好吃好喝。我们吃货来得很早啊，后面还有一群慢的还在后面。我们以前上高三的时候，一打下课铃，马上就跑去饭堂。你就跑去饭？会吃的人就跑去饭堂。你们朋友一个油都不放，阿龙不放油，他吃火锅都不放油，你放了油他就不辣了。放了油就不辣了，不放油就辣，知道吗？在油里面涮一下就不辣了。油会胖很多。这个不胖，不会胖，没事。小薇长胖了。我每次一回南充就是会长肥。几号就去啊？要十号去啊？过几天吧？啊？过几天？我准时。开个熟的好吃，好脆啊！好干好脆。它的酥肉好吃啊，咸死了，这儿有在煎，很烫，小心点，汤炸出来的，很鲜，很大，好香啊，这个也好吃，这个毛肚。碗里面都是吃的呀，吃饱喝足了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好吃，但是就是太辣了，他们那个红锅真的是好辣，感觉到后面我已经吃不下去，我就不停的要吃那个红汤糍粑来止住那个辣，不然我真的是受不了。感觉明天要拉肚子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吃，还有个美女啊，烫头发，烫到现在还没有烫完。啊，我们去过去看看他头发整成啥样了。哎，现在抖音不是很火一个打车舞吗？快来，打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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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打不到车，打不到车，打不到车。抖音很火的最近。打不到车打了。叫打车舞吗？是叫什么？我忘了。剪个齐刘海。好贵呀、啊，好贵呀、啊！那个花好乖呀、啊！是仙女裙了吧？哎呀，仙女裙！来，你们站在一起看一下是不是连体的？完全不是趴的。你要给你戴到耳朵上，给你戴到正中间。那个比之前那个仙女裙是啊，年轻啊，跟嫩跟嫩。Thank you.
吃撑了，走路都走不动了，吃多了，现在来压马路。天天就吃喝玩乐，快快快，电影要开场了，阿龙上。来得及啊！哎呦，哎呀，来不及啦！电影一会儿就开场了，哎、他们都好慢啊。我一辈子都不喜欢看那些电影。走吧，走吧，好不好看呀？那你什么时候导演一部啊？让我看一看好不好看啊？别人拍的都不好看，就你拍的好看。啊？是等我七八十岁了，你还七八十岁了，那个就是在公园拍的而已哈。然后写的那些台词啊，都是看的都起鸡皮疙瘩那种。哎呦，走路要倒了，走吧走吧。我跟阿龙就拿着这个昨天打的，拿到房车去试一下，因为昨天把这个打好了，我们就吃火锅去了。加长的垫子啊？啊？这个是加长的垫子。对，床加宽的，感觉颜色会差很多，但是还好吧。感觉给我们打的好好一般哈，这个。哦。封的不好。它都没封，让它用那个贴上都没有。我都忘了哪个是哪个了。来。要比一下才知道啊。嗯。你有没有拿卷尺量一下？量一下它打的尺寸对不对、啊？没有哎。你经常做什么都是。我后来发现那个。哎，这个是短的吗？这个应该是下面那条，这个有点短。你后来发现那个什么吗？卷尺在你的书包里面，灰色的书包。你找到了没有啊？哦，这个应该是窗帘的，哦，不是那个衣帽间的，这个应该是这个了。嗯，怪不怪？不怪啊、好丑哦！不怪啊，就很普通嘛，是吧？但是颜色还是搭着上的，你看没有差很远嘛。不好看嘛，只是，但是也不难看。平时就放在这里面，还可以哈，看不全哈。嗯，看不全。然后这样就拉过来。这样怎么样？看得到我吗？看不到啊。上面空隙很大啊。有一条缝。哎，就是他没给我弄好啊。不过他这个有勾勾，确实有缝哎。嗯。不过这里没关系嘛。也没有人扒着这上面看呀、啊。白天就这样子拉回来。你要去外面看一下。上面帘子是那样的。要拿个绳子给它系起来就好一点了。然后这个是打的布套是这样，差了一点，没找到一样的布啊。下面是这样子的，有一点这个缝隙啊。这种不行，我看了，看得到我们里面，这种钩子的不行呀。还是要拿那种杆穿起来，像我们之前的那种，这个太矮了，就这样挂个帘子挡住灰就好了。嗯，对啊。可以了。而且我们这个好一点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杆子穿进去，我们面包车之前有那个杆子，就隔断那个杆子穿进去就好了啊。穿进去能贴到最顶上，我觉得前面那个有勾勾那个，我们也要把它穿进去好一点，是吧？对。我们明天去钓鱼。好、啊。你上次不是没钓到吗？明天给你机会啊。明天找你去。明天我直接去抓吧，跳下水去抓。钓都钓不到还去抓。但是好吃哎，它那个扇香鱼。那明天去吃，那我们把窗关了走了。床上那两个床留着哈、哦。对，厕所的也让他。哎，厕所昨天忘了开啊，把厕所的窗打开。
我们窗帘已经弄好了，就这样将就看吧。我们明天就去钓鱼了，吃蒜香鱼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感觉星期一都可以上牌了哈。嗯，希望如此。走喽，拜拜。